姬楚，我之前误会了你。如果让你成功报了杀母之仇，了却你多年的心愿，你的反派之路能否止步于此？ 三弟，如今案情已经陷入僵局，你怎么看？太子稍安勿躁，等着。等什么？等东风。人家正主都不担心，我跟着担心什么呀？绿王殿下，绿王殿下，我要见绿王殿下，我要见绿王殿下。何人在东正寺大呼小叫？ 绿王殿下，门口柳明胜的贴身仆人，嚷着要见你，让他进来吧。是，让他进来吧。绿王殿下，我们家老爷昨日出门前曾叮嘱小的，说一日不归，便将佛堂放置的木匣取出，亲手交给绿王殿下。柳大人。 罪臣柳明胜，15年前受韦贵妃指使，将妖毒下于贤妃身上，致使害了贤妃性命。罪臣从此平步青云，取得了太医院院首之位，世事轮回，报应不爽。罪臣当年犯下的罪孽，如今竟连累了小女的性命。今日，韦贵妃约罪臣秘密相见，罪臣知道，此行必凶险，所以。 特书写此任罪书，将此毒妃的所有罪行昭告天下。姬楚，我之前误会了你。如果让你成功报了杀母之仇，了却你多年的心愿，你的反派之路能否止步于此？